你想过为什么我们邀请你来吗？没有想过，说实话，因为还蛮意外的，就感觉我连海选都没参加过，直接到巅峰赛了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因为这个巅峰赛里面的人都是谁？盖哥，就是什么中国新说唱总冠军，包括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李佳龙，也是中国新说唱总冠军，就比我还小的 Kapper 少年企划全国总冠军，就怎么都带了全国两个字，就是我没有任何一个成绩到了这一步，就是如果只说过去的头衔，其实是跟他们比起来是很困难的。但我唯一来就怕的点的话，可能是就是跟大家融不到一起去，这个其实我挺担心的，我会担心可能几期录下来我都被淘汰了，都没有跟他们好好的认识一下，我会比较害怕这件事情。因为本身我是个社恐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去。你是社恐吗？对啊，我非常社恐，就是一定要我很熟的人我才会跟他就是聊天。到时候后台是大家在一起，还是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还是自己一个房间？首先不会把你们放到露天，肯定会在房间里嘛，这点放心。请不要安排太哥哥的哥哥跟我在同一个房间，我真的会死的。嗯，最好是先以 Kapper 这一类的人年轻伙伴开路，然后熟悉了之后，你都不经历，你自己可以主动。我经历了，不经历。嗯。